哪一家的restaurant 啊、hotel 啊，其实他们是在用还原水的。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跟他们分享一间hotel，对吗？你们还记得，我们都会跟别人分享什么 hotel 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在台湾的，对吧？有一间 hotel 呢，他们的全部里面的restaurant 是吧？记不记？我们所说到的东就是。方，东方里面有一个刷刷我，这是很高级的，贵的台话刷湾，我，所以对，他们一定要用还原水啊。对，其实我也有他的有他的这个 article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呢，其实我也很期待，为什么很期待呢？很期待跟大家分享这个 sharing 啊，来给大家看一下。OK，有吗？有看到我的 sharing 吗？有看得到。看得到啊，OK，来，那么你看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当朋友问起我的时候，我都敢说，诶，你知道吗？台北文华东方五星级的酒店呢，他们都会一定要用还原水来做他们的烹饪，做他们的清除他们的食材，就好像刚才西父亲所说的，民以食为天呐，食以水为先。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OK，所以你看，他们呢是很注重这个所谓的food 和他们的 drinks。这个文章呢，我找到的是华语的。这几个图片呢，很多时候可能你们还没有看到，就是他们的厨房呢，就是他们 restaurant 的厨房，你看他们都是在用还原水来准备他们的食材。那么呢，今天呢？我们不用去到酱园哦，不用去到台湾去找有哪一家所谓的 restaurant 是在使用这个还原水的。来，我们带你去最近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呢，这个嘛，给、okay, 马来西亚美食城，就是新洋世界美食城，很多时候。当我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呢，他就问我在哪里呀、啊？这个东西，这个美食城是在哪里？其实他们是新建的这个美食城哈、哦。这个美食城呢，他们将会有22间精心选的这个餐厅。现在呢，他们还没有开发到22间，但是要很高兴的跟大家分享呢，全部餐厅他们都会有 Kangen Water。每一家，他们都是他们的主席都会说一定要用 Kangen Water，这个是好消息吗？对大家来说，当你要带朋友去用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地方，OK？那么呢，我们也亲自去了他的一些 restaurant，他的甜品店去尝试他们的这一个甜品店，就好像他们的甜品啊，他们的。粥，他们的稀粥都是用 Kangen Water 去包的，都去prepare 的。最再来看一看哈、哦，他们的这个北京烤鸭。那么讲到这个北京烤鸭呢，我就想邀请呢他们的总监，他们的总监呢就是 Mr. Julian Lau。Mr. Julian Lau 呢是他们的总监，他会跟我们分享呢。他一些喝还原水的心得啊，为什么他的主席啊会使用还原水啊来主食来 serve 他的每一个顾客啊？我知道 Julian 呢也是在线上的，可以把他请上来吗？咦，大家晚上好。stop sharing。喂，哎，Julian，Julian，你哎，好。晚上哎，好，晚听上到好，吗？大晚家晚上上好，好。听到。谢谢 Belinda 的邀请。我是 Julian，我来自新洋世界美食城，我也来自京城北京烤鸭。先说一说，我跟这个刚刚我的还原水的这个关系哦，在。Mr. Lau，Mr. Lau，Mr. Lau，哎，你要开对，视频吗？
你开视频好吗？让我们看一下你的英俊的脸。哎，啊，有了我有了开有着了视有频了，哎，呀，OK，看到吗？好，看到啊。看到 OK，看到。so 我自己跟刚刚我的还原水的关系哦，就擦身而过，但是喝了接近半年的还原水都不知道自己在喝还原水。原来我在疫情的时候被困在新加坡，住在我表弟的家，就在他家里喝了半年的还原水，后来才知道是刚刚我的主席呢是一个刚刚我的忠实支持者，他曾经跟我。所我的主席叫做严文华主席，他跟我讲过一句话，我问他，你说你喝这个还原水啊，你这么疯狂的喝，他跟我讲，他老人家不大善于表达了，他就简单的他说哦，这个真的好的，我喝了几个月啊，我去看医生做这个医药报告啊，医生跟我讲，我这个也低，那个也低，这个也低，那个也低了。他说，我就说那是怎么样？医生就讲说，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那他说没有了，我就是喝水喝得比较健康一点。那我没有去问了，因为我主席年长我很多啊，主席你讲话你不可以一直乱乱问问题的了。大家哦，是啊，大家啊就喝了那些，大概应该就是什么胆固醇也低了啦，各样各样的那种三高的东西都低了，所以我讲哇，真的那么神奇。然后我的主席呢，他疯狂到怎么样？他疯狂到他我们在东南亚。包括迪拜跟澳大利亚呢，几乎应该有10多家工厂的办公室，包括新加坡的办公室哦，他通通给他们装这个刚刚我的还原水，就为了第一让员工们能够喝，二让他去那每一个地方工作开会的时候都还有还原水可以喝，一直到他开这个新娘美食城的时候，就是Belinda 刚刚介绍的，那这个美食城其实在哪里？他在。如果大家知道这个 Rothman Roundabout 或者新洲日报，我们就在这个 Section 19而已，在新洲日报这边，你一望你就可以肯定会不会错过这个建筑。那这建筑在开业之前呢、哦，主席就讲我们要全部的商店，都装这个还原水。刚刚我当时也只是听听就算了，我以为他只是说笑。那你知道开了过后啊，我们现在已经开了11家的这个餐饮了，对，就是 BJ Section 19。So，在11家里面，当然有一些 outlet 比较小，就装一家，所以那些他们泡茶、冲咖啡、煮汤、汤底就用还原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给顾客，你知道吗？你现在出去吃东西、餐饮呢、哦，你一杯白开水，可能有一些商店呢，温开水就可以差成一个5毛钱呢、1块钱呢。哇，我主席真的好慷慨，来我们店里面吃东西，但我们的业务还不是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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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但现在来到我们店里面喝吃东西的顾客哦，就现在店里面就有一些同事投诉。主席，你放了这个还原水哦，顾客都不要点我们的饮料，害我们饮料没有的好卖。那其实很大的原因啊，就是因为顾客看到，喂、哎，你们居然把还原水 Kangen Water 拿来 free flow 的倒给顾客喝，顾客一来哦，服务员呢、啊、第一个动作就是点餐之前倒还原水，所以我们的11个 outlet 啊。通通都装有还原水的这个水机，而且是给顾客，无限量的去喝还原水，为的就是他说还原水就让顾客咯，就是一种新的体验，让顾客来这里知道至少用餐呢、啊，喝水就是喝得健康了。我主席讲话很简单的啦，他不是个复杂的人。那更神奇的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个北。京城烤鸭这一间呢、哦，京城北京烤鸭的时候，这个 Belinda 跟先生 Nicholas 啊，他们来跟我们装了一台，因为我在办公室看到的是小台的嘛，他竟然来到我们厨房，因为京城烤鸭的那个厨房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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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个楼层，整个楼层都是京城北京烤鸭，厨房有很大，有4个部门，
他们就来装了一个，我也不知道那个随机的那个型号，这个特大的。他我说为什么你要 Super，装这个我们特的大的 Super 501，501啊？他对说这对。个呢，你们煮汤要用，还有2个管子出来了。对不起啊，贝娜，你教了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的师傅们呢，他们煮汤熬那个汤哦，那个汤就是一个大铜锅这样的那种，可以把整个 baby 两三个 baby 放进去的那种大铜锅啊，就把那个汤装满来熬鸡汤。所以你来京城北京烤鸭，你吃东西啊，你喝的汤哦，是用康康我的煮的，来，是用康康我的煮的。我们的白米饭是用这个还原水煮的，这我们给顾客喝的水哦。也是无限量的倒给刚刚我的，最好笑的就是有一个顾客，他居然把自己带来的水瓶喝空了，直到我们没有 charge 钱，就叫我们把他的水瓶装满了还原水给他带走，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笑话了，流传在我们建筑物里面的一个笑话。所以你到我们的建筑物里面呢，来到我们的 building，来到我们的 outlet。就哎呀，当然希望你们来点饮料了，不点饮料喝康恩我的也可以了。如果你要有一个新的体验，我们甚至连那个装那个还原水的那个瓶子啊，都打上了这个康恩我的跟当然 New Ocean World Fine Food City 了，让人家一来喝水的时候，我都能够也看到那个康恩我的，让顾客知道这个是。好东西咯，这就是我主席自己经历了那个健康状况的那个好转了，这个医药报告的那种指数的这个下降的时候呢，特地在所有的 outlet 都装这个水机了。那如果你要 try，你要看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说说啊，你自己来 section 19这个 New Ocean World Fine Food City。哪一家餐厅？哎，你们给我看一下你们的水机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员就会带你去看了，对，好不非好？常的棒，对他们的服务啊，员呢都 very very 棒。为什么呢？我试过我在用餐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有一家这个喝糖水的，OK。当我在喝糖水的时候呢，我就偷听到隔壁的一些朋友在理论，哇，他们是用还原水的，哇，他们都一直在说这个还原水。这样子，我想请问Julian 哦。这样子父亲节到了哈，我相信大家都要找一个地方用餐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到你那边用餐哈，像我们汤更的这些用户和会员，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呢？OK 啊，你这样子哇，忽然间你这样子问我，我的脑筋急转弯，需要很快。OK，你如果来哈，那既然这个是刚刚我的还原水的这个 webinar 啊，OK。你如果来，你去找我们吧台或者厨房的可能你进不去了啊。我在京城北京烤鸭呢，前面有一个吧台，你去吧台那边呢就有一个还原水，我们的服务员跟前台经理呢，他们都可以让你走去那边拍照。你去那边拍照，去京城北京烤鸭打卡，你来用餐呢。我给你一个我叫做 chocolate indulgence 的一个惊喜。那你或者说，哎呀，chocolate indulgence 惊喜像什么？它像个冰淇淋，但是它不是普通的冰淇淋。我师傅会当场给你们做了就让你当场的把整块那个冰淇淋放在口中去，立刻咀嚼。你来看一下那个效果。我先不跟你讲那个效果是什么了，你来，我保证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难忘的父亲节。你要做什么东西很简单，你去我的京城北京烤鸭那个水鸡，因为那个是最容易去的，好，不用绕到厨房里面，你去到那边，京城北京烤鸭在4楼，在吧台一进门，在吧台的右手边呢，我们的右手边就可以看到那个水鸡，你去那边照相。打卡去京城北京烤鸭的 Facebook 打卡嘞，然后你 show 给我的服务员看，我就送你这个跟你的家人这个chocolate indulgence，我包你
有一个皆大欢喜的那个惊喜的场面，OK 吗？Oh my 可以呀、啊，这样子他们是不是应该哦！现在也跟你打下 Facebook 吗？当他们到你那边的时候，可以啊，就来咯，你，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只是那边打卡，你要拍那个 Kangen machine 啦，来，那个很重要，那个很重要啊 一定要 like 你们的、哦、哈，要把你们的3.9呢 push 到去4.5，对吗？你们的星星，对不对？其实我的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视频，哇，我的团队帮我放了之后，哇，我其实不是一个去跟踪这种的。从6月1号开始放到今天，I think 应该是今天晚上凌晨，应该是会有30万人去点击的那个播放率了。一天平均一天有2万人去看了了，啊，太棒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吧台呢，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吧台。刚才我也是哎，你可有，以 share screen 呢、啊，好啊，你等等Belinda，哈、啊。你刚才你 share screen，我跟你讲在 share screen 的哪里，看到没有？其有看实到哦，吗？你在这里啊，你都能够看到那个还原水机的，看得到吗？就在这个吧台那个中间那个图像的那个一走进去，我们手的那个再出去你吧看到就是吗？那个咯，看到吗？看到对吗？呀、多么明显，多么明显，对，很明显，很漂亮的一个对。吧台。我们稍微修饰了一下，现在更漂亮了。非就是这样常子的咯。棒，非常的好。OK，谢谢你，Julian。谢谢Belinda，谢谢啊，Belinda。那个我们 Father Day 的那个，如果是他们想用餐呢，到你那，你那如果你个家里你一家人大概有6到8人的话呢，你就来4楼。4楼的京城北京烤鸭，为什么我要你来啊？因为我的套餐的名称呢是很特别的。你去任何一家餐厅吃饭，人家做父亲节套餐，父亲节套餐，父亲节套餐。我的套餐不叫父亲节套餐，我的套餐叫做我爱爸爸套餐，英文叫做 I love you daddy menu。All right，yeah。当我说我爱爸爸套餐的时候，我的同事觉得很肉麻。那我觉得，哎，为什么你们那么肉麻？怎么感觉那么肉麻？我说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是这样的，我孩子每天跟我说，OK，good night，God bless you，I love you 的，他们每天会跟我讲，他们爱我的。我因为他们跟我这样的关系过后呢，变成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也变成好了。所以你看到那个主题就是 I love you daddy，6到8个人的这个套餐。好，平时卖1288，父亲节特别优惠，用康乐沃特做的食物啊，OK，从前菜到北京烤鸭，到各种主食，到这个京城宫廷甜品啊，要我们给大家优惠，All right，来点这个菜，包你吃到非常道地的那个北京烤鸭。跟北京的这个宫廷食品，OK，哇哇哇！这个太棒了，非常的好，谢谢你，Julian，谢谢本人的，谢谢你的优惠哦！我看到从1288才988，如果是 reservation 呢，待会我们会把电话发上去，好不好？可以啊，你安我们排，这边你的安西排部啊。呢，有什么要问的吗？那个美食城。应该没有什么要问哈，Julian 都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大家给他一个 high five 好不好？在我们的那个聊天室里面给大家 high five，这样子的，谢谢 Julian 今天晚上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大家。你会看到我们会陆陆续续的去你的这个restaurant 捧场你，好不好？又要好的，辛来苦喝了还我原水。们，很有口福了，谢谢大家，谢谢今天你要 Julian。记得我们啊，记得我们。记得，等一记下得你把们这边有哇那种有一百开零视五个频人的，呢。
哎，有开视频的，你先记得OK，好，我看到 Dockers，我这边看到 Dockers，我看到 Rachel，我看到 Claudia，我看到 Jackson Lu，我看到 Alex，我看到风俊All right, thank 的分 you, 享 thank ，OK，you，谢谢，OK，谢谢，谢，谢谢，维纳，谢谢大家，谢谢大OK，家，谢谢拜大家，拜，拜。哇，太棒了，哇，你们兴不兴奋？如果你们有在 Session 19，一定要跑去打卡。我们做 Kangen 的呢，跑去 selfie 也好，因为呢，真的是非常，现在呢，越来越多这些所谓的十佳，他们都会选择最好的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水，哇，太棒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呢，徐博俊。